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，方胖，您情况您看，这是不是官窑的？我瞧你就像官窑了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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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怎么着？我这我我哎，你过来，过来，你过来，您进来瞧瞧，您瞧瞧。哎，除了我有这么个睡觉的地方，这就没有下脚的地儿了。您瞧那乱七八糟东西啊！喂，您要把那东西弄到这屋来，那我只能睡这房顶了。您看我这些货，要不您拆了这，养个别地儿啊？哎，你去把肉轱辘给我叫来啊！肉轱辘，有事找点事。哎啊，哟，媳妇回来了。黄花梨的，毒马了，真重的这是。管你什么毒马不毒马的，你今天把被子给我搬起来。不是不是，你这样先。你看这屋里哪还有下脚的地儿啊？成天的捡些破烂回来。我觉得那鸭子其实搁这儿正合适。搁哪儿？你说搁哪儿？那被子搁哪儿？那不被子，回头我想一辙，我。你跟我说被子搁哪儿？我要不这么着，哎，我把被子给铺床上成吗？起痱子呢，你三不占，你让我睡被子上？他不是。哎呦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你不为我想想，你不为你儿子想想啊？是。哎呀！哎呦！把被子给我拿去。哎，拿去。我听您的，您说搁哪儿，我给他搁。该搁哪儿搁哪儿。哎，是，我就说该搁哪儿搁哪儿。你这别生气，千万别生气。有面气儿的。不是，那咱妈说了，这孩子呀，他不能动了胎气。回头动了胎气呢，他回头，他要命的事儿，你说吗？哎呀，哎，大哥，您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这么早就回来了，哼！厂长不敢跟我瞪眼珠子，他跟我瞪眼珠子，什么东西？不是，怎么茬啊？怎么茬？哎、啊，你们厂新来那二把手，嫌我带一鸟上班，说下次再瞅见啊，就把我给辞了。甭下次，就这回吧。我呀。先把他们给辞了。我是什么人呢？我是他们请的顾问呢。花大哥啊，那就凭您那点手艺，您动动嘴儿，那工艺品厂就一个月给您千八百了。您还不伺候了？不是您这工作要不干了，往后日子怎么过呀、啊？放心吧，老二啊，饿不着。哎，爸啊，你怎么回来啊？哪儿去啊，院儿这是啊？给我三叔拿资料去。哟，叔来了！二叔呢？碰上几点了？啊，什么事儿、啊、呀？哎，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喝酒逗闷子，这搓麻可大山呢，在屋里说。来，都弟妹在呢。小伙来了。喝这肚子，快生了吧？哎呀，快赶上你的了吧？够贫的啊！哎，这是烧水声。哎，你媳妇那泡泡厂的事儿，你给我说说。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嘿。三十好几大姑娘，哎，头一胎抛了，人家疼得滋哇乱叫，她跟没事人似的。这有事人是能怎么着啊？在厂房跟着一块使劲啊？不是，哎，真抛啊，没什么，甭那么邪乎啊，不就是生个孩子吗？这跟挤粉刺一样。嗨，您想想，女人这皮肤多细乎啊！不让你大人大夫那小刀磨得快点，呲儿就这么一下子，上面一滑，跟拉一拉嘴儿的。不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剖产怎么着，它也是大手术啊。得了吧，哎，国外啊，比拔牙都省事儿。哎，你赶上一个手艺高大夫，就跟摘几根韭菜似的。不，那我说，这剖腹产完了之后，这怎么营养也得盯上吧？医院伙食不错，大米饭炒土豆丝儿。土豆丝儿，不就吃那玩意儿啊？那怎么着？
这赶上旧社会，皇上家媳妇坐月子，也就是沏点红糖水，熬点小米粥。再说了，鸡汤老太太先给送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别的都是假的啊，这医院可不是久待的地儿，赶紧给接回来不是？接回来，就我住那破牢。再给他娘俩憋死！本台消息，我市危房改造公司就已经清点，昨天好运街的150户违建居民欢欢喜喜领到新股票。据有关负责人介绍，违建后的居民们人均居住面积从以前的50平方米提高到违建后的20平方米，居住进来做到极大。听说了吗？槐树街啊，全拆了，每平米这个数。这事儿啊，我早就听说了。这儿也拆，那儿也拆，就咱们金石不拆，你说这么费劲、啊？哎，够费劲的，费劲。哟，我做都收肉馅了，哎，改包饺子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老乡，看点儿，投点资啊，这不很快的吗？有的饭他们等来钱了，费劲说，这帮有钱人都这样，不一起拿不？又吃面条啊？我说今天面条好，只要换个卤就是新花样，是吧？面条好。来来来来来，给我给我给我，添乱，你歇会儿啊！哎呀，行了，你还不嫌热是不是？洗干净手了，完了都，刚刚吃饭。我有事儿跟你说，听见没？说话正常点，行不行啊？你今天怎么了？这么大火？我刚才热的差点中暑了。我给你拿点药吃。空调吧，那可不行啊！有几家都装了，就是因为有了他们，这天才变得这么热。我小时候10月份就穿棉猴了，现在都9月底了，还穿背心呢。这些人就想着成天自己躲在屋里，他们想过城市的热岛效应吗？他们想过氟利昂对大气的污染吗？他们想没想过青藏高原上空已经出现了臭氧逼空现象，是怎么向大量入侵吗？他们知道这一现象会造成当地动植物的变异以及加剧冰川消融吗？不知道，你不是抬杠吗你？1930年，美国人开发出了氟利昂，后来不仅用在制冷上，还用在发泡喷射剂上啊，就是你整天用的摩斯。就是因为有了氟利昂，这个世界上的紫外线照射强度在大大增强。因为有了氟利昂，三叔，来，我可站门口听你说半天了啊！哎、我这要不打断你，你还没完了。没有，我就是随便讲讲。就你这还随便讲讲？嗯。哎，对了，三叔，哎，这是你要的资料，你看看。哎，好，看看行不？行，太行了！哎呦，月儿真立功了。哎，你坐会儿，我给你倒点水啊。哎，三叔，哎，我不坐了，门口有人等着我呢，我先走了。别，三叔再见。待会儿再走吧，喝点水。咱今天先不去吧。干嘛不去啊？走。我今天先不去吧。我你东西都买了，干嘛？不是你拿进去呗。不行，你又得晕。你晕不晕？我都没准备好啊！你东西都买了，走吧。你晕，给拿进去。你不行，你就得晕。走吧，你把我爸那氧伺候好就行啊。我，走吧。走，不行，你就得晕。啊。侯爷，哎，干嘛？哎，干嘛呢？干嘛？你谁啊？不是你干嘛呀、啊、你？你说什么意思、啊？跟你没关系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谁呀、啊、你？我是谁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他男朋友，知道吗？不是你别说，跟你没关系。什么叫跟我没关系、啊？就你没关系，听见没有？就连你什么意思、啊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行了，咱晚上再说啊。什么呀？就晚上再说。你给我回来、啊、你。你怎么？怎么回事？他就是我一邻居。行了，我拿着。拿着。总之，我的观点套用一句古人的话，就是天人合一。这人和环境是一体的，人离不开环境，环境离不开人，就跟两口子过日子似的，不能分家。一空调2000块钱，说来说去还是买不起。买得起也不能装。你看看这个破楼，那供电系统早就危了，那电线一板一板的跟粉丝似的，你不碰它还折呢。这家家要是再不自觉，你上电炉子，他上热得快，嘿，再开几台空调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砰，全都得憋了。你看，憋了吧？谁要是热水器呢？啊，这就都得自己出来了吧？谁他妈开空调的？这什么垃圾场？现在出地震了，来个
哎，我说肉轱辘，你这样弄行吗？别再着了火。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还得瞧肉轱辘的。那是，瞧他那家伙。肉轱辘，你先抽根烟。别捣乱，这会能抽烟吗？不能抽烟。多危险呀！肉轱辘干完再抽。这儿有地。大叔，你慢点啊。不让你逼！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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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来，起来，闪闪开，闪开！闪开！你瞧拿这家伙啊，瞧这气势就不一样。这么快你就来，哥几个从刚才间奏来啊，来。谁憋着放火呀？他这不是没常识吗？是啊，是。你费点事儿，赶快给接上。这么大事故，啊，我一人弄得了吗？这得天亮见了。哎呦，那那哪行？你们爱找谁找谁吧。哎呀，别走。老乡们，咱们别嚷了啊！我说咱们要是扛得住呢，咱们回屋躺上去。啊，等过了热劲儿回来一定给修上，扛不住的咱们上外边控场凉快凉快，我跟大家伙一块儿去，走走走。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。那做什么事儿？拆这金鱼池它还有谱没谱了啊？我可吹了仨媳妇儿。你要说没谱，明儿我就奔五台山了。哎呀，你别毛子，别接我，你上。你哪知五台山它什么鸟都养啊？啊，美的你。哎，不是。哎呀，行了，我说老乡亲们，老乡亲们。我给大家伙透个底儿，咱金鱼池一定得拆，肯定得拆，肯定。嗯，谁肯的？这么些年谁肯动这腚了？不但没肯动，还肯出好几个屁眼来。
二爷，哎，忙着呢，洗衣服，洗衣服。您没事儿进来陪我喝两口啊？哎，得了。哎呀，这不是乱呢！你还别说，我还就喜欢来你这儿，喜欢看你这画啊。假名，将来一定是中国的毕加索。嘿嘿，哎，兄弟，你这画是抽象派还是印象派？我这画啊，造型派。哎，造型。您看我这造型了吗？跟这画一德行。怎么着？谁招着我兄弟了？您看，我还有脸喝酒呢。二爷，您看我这画了吗？是跟一画商约的。嗯。时间紧，任务重啊，我把所有画都撒出去了，钱我都给人家了，那可是我借的。等我把这画都弄齐了吧，这画商找不着了。哎，钱没挣着，欠了一屁股债。我这不是倒霉催的吗？甭着急，兄弟。保不齐哪天来一画商，一瞧您这画，嘿，他真喜欢，全收了，不还是钱吗？哎，哼，谁缺心眼要这些个破画？哎呀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兄弟。奶奶，我把二叔给您喊来了。妈，您叫我。我说老二。难怪你媳妇叨了你，瞧那淘货的这点东西，老十年间呢，河子连炉火都不使，那时候河子光院子就五六进，养骡子、养金鱼、养蛐蛐，家里都顾着把式，要不是民国那会儿给抄了家，哎，您老是老十年间老十年间的，你说不老天津我也没见过呀。再说了，我淘那点东西，我自个儿瞧着顺眼。哎，合计算完了。一个赛着一个废物，明儿我死了，连个磕头抱罐的都找不着。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那说话都抱大孙子了，您还愁没人给您磕头啊？就你那媳妇儿，真要添个孙子，那就更搁不下他了。舔着个大肚子，偏要考什么夜大，将来真考上了，他们一脚把你踹了。不，他敢。你说你挺着个大肚子，不如在家好好歇着，考什么夜大呀？哎呀，闭嘴！我要不拿个文凭，我指着你啊，一辈子也翻不了身，永远跟那卖皮鞋。你知道我们组小刘的爱人，就是自学的英文，现在当翻译，一个月挣好几千呢。笑话来了，我跟人家没法比。你没骨气。哎呦！哎哎哎呦呦！你干什么呢你？链子折了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吃的呀，车链子怎么折了？不是。这车链子自己要折，那我也管不住啊。再说了，您老人家这坨车链子也不容易是吧？行行，别臭贫了，你推着我走。我推，这么大热的天儿，要不您自个儿溜达着成了？我哪走得动啊？就我这速度，到那儿天都得黑了。那行吧，我就是那三孙子，走。一会儿考场该散了。我这亲妈呀，您不是说咱家是名门望族吗？我今儿怎么成了车夫了我啊？驾！快呀！我谈的不是结婚生孩子，是大事儿，天下大事儿啊！人类生存面临着哪几种危机？这还用我说吗？一是全球荒漠化的治理，二是人口过剩与能源短缺，三是环境污染。联合国管的事儿我就不能管了。不错，这些事是该联合国管，可这么多年了，联合国他们干什么去了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对他们意见大了。你说说这些问题，我没素质。天还开电扇啊？我热。
你等会儿，我问你，从哪儿回来呀？报社啊。我问你正经话呢。我是正经跟你说呢，我不从报社回来，我从哪儿回来啊？你从报社来？哦，您升官了是吗？您当社长了，报社给您配车配司机了是吗？你监视我？我监视你？那是特务，我干不出来，我没那么高的水平，我这人做事从来都在明面上。别看大气污染我治不了，我可以先拿道德污染开刀。这么看着我干嘛呀？不说话就没事了？不服气是吧？让我戳到痛处了对吧？现在心里得隐隐作痛吧？你早干嘛去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话呢，晚上我不吃面条了，我。大下雨天的。啊！没你事。您这说什么呢？您放心啊，咱们这院里房子都塌了，您这堂屋一准也得立着。来来来，您坐这儿坐这儿，别着急啊。哎，妈，我瞅瞅去啊。说的呢？
伤了一个人就送到医院去了。卫生队呢？我们已经安排了，可是天气太大呀。那也得想办法快呀。好，我马上增加人手。局长，局长，啊，这又出现情况了。局长，我上那边看看去啊。走。你行了，我都认了半天错了，你还没完没了的。杀人还不过头点地呢，我再怎么说也是老爷们儿啊。你就别没完没了的行吗？你说你回来不回来吧？下雨怎么了？不下雨我还想不起来我会叫你呢。我跟你说啊，赶上这么凉快的天可不容易，你可别给耽误了。那你跟我说清楚，怕耽误什么呀？明知故问。你说咱们之间有多久没亲热过了啊？你说呢？不害臊。一会儿咱看谁不害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快点，我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啊。你实在不成路上打一车，小心点啊。哎，人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什么，弟妹没在家吧？啊是。你要不跟大哥，先跟妈那窝凑合几天。你看你嫂子这肚子。行，反正这张猛也不在，赶紧先进屋。二嫂慢点啊。给我吧，给我吧。哎，好。二嫂，你到里边坐去啊。别管了，坐里边。二哥，嗯，这刚烧的热水，待会儿好好洗洗啊。哎，那个饭菜都做好了，趁热吃啊。哎，那个，哎，那我，你呢？我去妈那儿看一眼啊。你们趁热吃啊。对不起，上级有规定，没有结婚证你们不能住一起。我们是两口子，谁没事整天带着结婚证啊？啊，你这人太教条了吧。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要结婚证？同志，我们家里出了点状况，那个他心里有点烦，您别介意啊。烦不烦我都管不着，没有结婚证男女不让同居啊。我们真的是两口子，您就行个方便，让我们住下吧好吗？不是我不让你们住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这是上级的规定，没有结婚证我不好登记呀。服务员，分量来，我快转来了。我怎么觉得我们真的不太像夫妻了？要真不是夫妻那也不错呀。雨后的夜晚，拥着情人的肩，走在朦胧的大街上，咱们可真是无家可归了。唉，其实无家可归挺好的。你还记得我们谈恋爱那会儿，你送我回家，从公主坟走到大北窑，十几里路呢。走着走着就到了，一点都不觉得累。你说你回去也睡不着，咱们又沿着路灯走，走着走着路灯都灭了，
然后天就亮了。那时候很幸福。嗯。哎，你说咱俩是不是老了？你才老了呢。哎，要不今天晚上咱俩去看场电影吧，通宵的那种。对呀，好几年都没看过电影了。嗯，走。快你把这台面上，行嘞，小兔子，你没事吧你？我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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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，老亲们们，房管局长来看咱们来了，这是咱们局长。领导，这房子不成了，要出人命了，您得给关怀关怀。您受惊了啊！啊，没事没事，您放心，房子我们很快就修好。哎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大妈，这是咱房管局长。哎呦，局长来了。妈，妈妈妈，您喝口水，待会儿您拿着坐，您坐会儿啊。少说那没用的了吧？这房都塌了，说实际的，就是啊，多少二差就不见行动，非砸死几家子就管用了是吧？对啊，是啊，这是。哎，给块儿啊！多少那屋子要不是石棉瓦的，我非他妈拍死不可。是啊，多少钱呢？哎，今儿你们要不收拾点具体的，谁也甭走啊！对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田政务啊，您也算是金石的老街坊了。是是啊，这开发商来了多少波了？一个个还他妈人模狗样呢！哎，老二，转一圈看一眼，一撇子就走了；转一圈，一撇子就走了，没下文了。不是，是不是合着伙拿我们开涮啊？啊啊！老百姓开涮呢，大伙都看见没有？戴墨镜那小子，来多少回了？没错，来就来，他屁也不敢放啊！前天我就看见你了，站着茅坑不拉屎，你们丫不就觉得金池这没卤吗？没事没错，哎，就这也肥出脸的啊！你看长得不是什么好鸟的。哎，说话你骂什么人呢？我骂你怎么就过来了？老街坊们，咱们这吵吵什么呢？这是啊，咱们领导干嘛来了？领导到这儿来，不是就给咱解决问题来了吗？老这么吵吵，怎么解决问题啊？啊，咱们现在听咱们领导讲几句话。金玉池的老街坊们，我今天在这儿啊，想跟大家说几句话。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，没做彻底，我给大家道个歉，请相信党和政府。金玉池的改造拆迁工作我们全力以赴。得了得了得了，别说了，别拿党和政府压我们，不就塌了两间房吗？这么点小事用不着麻烦党，房管局一礼拜就解决了。我们从来没怀疑过政府，我们怀疑政府的某些人干吃皇粮不拉皇屎。得了得了，怎么了你这讲话得要负责任啊！负责的负责怎么着？是吧，老街坊们，啊，我老田是咱金鱼池的人，你们大家伙信任我，我头顶国徽代表政府，我今天呢也替咱们政府讲几句话，啊，这区里的红头文件呢早就下来了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咱这金鱼池啊，早晚得拆啊，拆吧拆吧，拆了更踏实。全都搬走，我一个人更清静。我可不走，一辈子了，我死也死在这院里。院厨师长。哎，奶奶，慢点。来壶。月儿。哎。过来。奶奶。要下雨了，准备吃饺子。哎。Thank you.
局长，我们走了。明白。您放心，我一定跟他们说清楚这个意义。好的，好的。放心吧，嗯，好好，再见。哦，局长，和开发商谈的怎么样？总的情况还不错，不过开发商们还是提出一些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咱那块儿如果都是平房的话，那是没问题，现在马上可以动工。但是那些简易楼，人是太多了。平常啊，挤得像个鱼肉罐头一样。要是拆这些地方，得比拆平房安置人员要多出三倍以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，咱那是老城区，那地下管道、电线的全都酥了。那这要拆起来，得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行了行了，这些问题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他们谈清楚了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告诉他们，不要想着在这个工程里赚大钱。政府和老百姓已经给了他们赚钱的机会了，现在是他们回报社会的时候。是，我会把这个问题跟他们讲清楚。刚才市长来电话了，要求我们尽快让老百姓住上新房。困难肯定有，要不然要我们干什么？局长，看来我的工作还没做到家。现在不是检讨的时候，好好的跟开发商再谈谈。好，那我去了啊。哎，好。我先走了啊。在这儿呢，肉轱辘，就你这号的，你也怕出马桶车给撞死？哎呦，二奶奶，我替您吉言嘞，我都盼着这天呢，谁要敢撞我，吃鸭子一辈子。嘿，你想得倒美，就你这大肉身子，还不让人一下子给压成肉饼？真压成肉饼，我让您先尝尝香啊！得得得，你别干，恶心我了，你这样行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出了大事儿了，媳妇儿！哎呀妈呀！快瞅瞅啊！怎么了，哥？啊，我媳妇考上大学了。是啊，喂，等大爷，你们家祖上冒青烟了啊？升着，考上都中了。妈，来帮我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国家发的，他能有假吗？他。老媳妇儿哎。老。
们家是一人上大学，俩人听课。明儿我儿子一生出来，他天文地理他门儿清，占了大便宜了。心脏病吧，这是。不不不，啥？二哥，我这是要生了。生了，快穿吧。哎，谁家有十条线？要不我背呀？你找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老三，哎，再拿点钱啊！放心放心放心，老三，哎，这事儿，这过去很长时间了，我差点忘了，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哎呀，什么事儿你就别磨叽了，快说。我说了。说呀。有一天啊，我在路边卖裤衩，我忽然看见张萌跟一男的，我俩特亲密的走进一咖啡厅。我看上去俩人关系可不一般啊，兄弟，哥告诉你是为你好，你自己个儿留点心眼儿。你看清楚了吗？你这还有错？信不信由你，我赶紧的把你快生了。我这见天见的，我告诉你啊，我都快赶上那马拉松运动员了，我。哎，得得得得得，你还跟这省奶钱呢？对对，省钱，省钱。来，喝水。如果你跟那孙子是真心相爱，谁都拆不散，就算是死一个心也收不回来，那我就认了。我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睡，我很认真很认真地想了想咱俩的事，我就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像我这么爱你。告你啊，以后少动我的书。你吵什么呀？
自己把东西弄丢了，怪别人干嘛？我自己弄丢的，你要不动我的书，我能找不着吗？你有本事弄一个大房子呀，弄一个满墙的书柜，别把书搁冰箱里。这冰箱是你当初非要买的，买回来能用吗？一插就断电，不放书放什么呀？你当时说学校给你分房子，我才让你买的，谁知道在这儿住这么长时间啊？你还真别挤得我，你瞧谁家房子大，你上谁家住去，谁要拦着你，谁他妈孙子。你这人说话有点水平行不行啊？我上谁家住去啊？我能在谁家住啊？在招待所都让人给轰出来了。那你动不动就房子大房子小的，你还能说点别的吗？那你让我说什么呀？你想让我说在这儿住一辈子啊？你看我干嘛？你有什么就说出来。我懒得理你。心虚了是不是？啊，你不说学校分房子吗？你当时不说肯定吗？三年了，房子呢？在哪儿啊？不许抽！我就抽两口。两口也不许。这么小的房子，你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行不行？你过来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哦，你有事儿啊？你现在才要说你有事儿啊？啊啊，行，现在也不晚，说吧，有什么事谈谈。外事局那边已经跟你谈妥了，人家已经给信了。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到底去还是不去？你非逼着我调工作呀？啊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有我的事业，我有我的追求，你明白吗？我不去。你这么容易就说不去啊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啊，你说不去就不去，我前前后后忙了半年了，你这人有点同情心行不行啊？你这辈子再也碰不上比我更有同情心的了。我睡觉都想着人类面临的三大危机，我这么做是为了让全人类生活得更好，我还没有同情心啊？我还没有人情味儿？我应该指控联合国没有作为，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一个人才？哎，我认为你这个想法很有必要啊，啊，很有必要。哎，来，干！实不相瞒，哥几个，我请你们过来，今天是告个别。哎，怎么着？买房了？买房了，我差点买棺材，实在混不下去了，只能出国了。我这话听着可有点气人啊！都出国了，还实在混不下去了？你这知道我去哪儿吗？东欧，去匈牙利。就那地方还不如东四呢。嗨，那你还去？哎，一是借人的钱还不上，二呢看我这自己也没什么发展，正好借我钱那哥们儿在匈牙利办一公司，他看我还是个人才，就把我给办过去了。不，听着不错呀，怎么跟上刑场似的呀？二爷，我也三张多的人了，这两眼一摸黑就奔了东欧了。这卤煮、馅饼、猪头肉，从此就告了别了。哎，我这心里呀，堵得慌。哟，刘叔回来了，看见我三叔没？没看见，我刚回来。他今儿去哪儿？看你质量智慧的眼和头上的天，头上的天。哎，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你给我站住！刚才那歌我是特意为你写的，有本事你就别打算听完啊。Thank you.
进我的视线，我慌忙地把头转向一边，害怕看你明亮智慧的眼，轻易把心事看穿，每天都盼望你走过窗前，就像是清风拂过我心间，总想把一刹那变成永远，蔚蓝成头上的天。说点事儿，哥儿里给你凑了点钱。不，我听我说，正好呢是一张回程的机票钱，别瞎花，啊，这救命的钱，实在扛不住了，就买张飞机票回来。不，二爷，我不能要，我用不上啊。拿着。怎么用不上啊？你给我记住了啊，把这钱拴在肋条骨上，给缠的实在不行了。找个没人的地方撕撕嘴，也不能中这俩签儿，更不能跑瞎道。东的地方红灯区多，你不能。哎呀，行了，嘿，不是哥几个，干嘛呀？欢着点成不成啊？欢着点。这出国又不是出殡，搞得跟生死离别似的啊！欢着点，多大事儿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不是下午飞机吗？着什么急啊？哎，这不头一次出远门吗？怕耽误了，打出点富裕来。艺术家，这书献给你买的，东欧的中国淘金者，北路你能用得上。你们这不让我心里难受吗？我贾明只要是能混出个人样来，一定忘不了大家伙儿。我，哎，小亮！哎，彪，
打老这么着也不是个办法，那结婚吧。那可不成啊，就这事儿我爸还不知道呢。再说了，结了婚也没房子，就你们家那屋，等你妈从老家一回来，您还得支张行军床，那我睡哪儿去啊？那不还得等金云石拆迁吗？我才不傻，等金云石拆迁分新房。这年头谁都靠不住，得靠自己。我就不相信我玩音乐玩不出个别墅来。你说呢，媳妇？您不吹牛您能死啊？告诉你啊，我爸这关你过不去。你爸这关我早想好了。你看，我妈会唱戏，你爸会拉琴，多般配。他们俩在一起了，那就是晚年享福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还不明白？你想咱俩都那么样了，对不对？我妈跟你爸这还单飞呢，到那会儿，我妈往你爸这么一搬，你往我们家这么一住，齐活了。这招你都想得出来，你也忒损了吧？你缺德你！这怎么叫损？我真为他们俩好，你。回来了。孩子发烧了。啊。来来来，乖乖躺下啊！哎呦呦呀，不见贝贝，哎呀，好没瞧见啊！不见贝贝，在医务室里拿着点药。不见贝贝，什么？不见贝贝。好了好了好了啊，躺下乖，听话听话，听话听话，哎呦乖，别哭了。见天的一进家就闻你的臭焦味儿，你看孩子熏的熏成什么样子了？其实没事，别哭了。这焦没有毒，就是有点味儿。来，药给我拿来，够两粒。把胶给我扔出去！好了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别说干点活，扔不扔？扔不扔？我这干点活。你怎么回事？你又……何二，我告诉你，这日子到底你还过不过？你给我想清楚了。最近你和杨秋玲那小子挺近乎啊。爸，你这又听谁胡说八道？说什么呢你？嘿，咱金云池这么大个地方，什么事儿能藏得住啊？哎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道理啊谁都明白。可还有那么一句话，叫男怕干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爸，瞧您说的，说什么呢？哎，老杨当年是个人物。可我是怕这一代不如一代嘛。我怎么没觉着呀？你瞧，又嫌我说你不是。哎，爸。嗯。你觉得杨婶那人怎么样？嗯，好人，一副好嗓子，可惜了了。哎，月儿。嗯。来，把这聘书拿给奶奶看看啊。哟喂，发聘书了。当然了。哎呀，这次啊，咱们区少年书法大赛头三名啊，都是我辅导的孩子。行啊您。哎，这不，少年宫二话没说就把聘书给我下了。哎，爸。啊。那当年人家田政府让您去的时候，您在那儿拿糖，现在您又在这儿臭显摆，真是的您。你这孩子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民警同志啊，这怎么当的事儿啊？我是他大哥。哦，您是他大哥啊？我们是公安局的，有人举报他倒卖文物，我们先把他带走。就他还倒卖文物啊？他那就是一堆破烂啊，这我知道啊。我们呀，先把他带走，进行调查，等调查清楚了，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走吧。大哥，你跟妈说一声，就说我出差，没事啊，我先走了。老二。这怎么了？秋伟，哎呦，宝宝，不哭了，来，姐姐抱抱你。哎呦喂，哭的哟。老爸，哎，叫爸爸。哎呦，姐姐抱抱，不哭了啊。
说话呢，你对人尊重点行不行？你接着说你的，我听着呢。我简直都不认识你。那现在认识了？啊，看着我的后背就不认识我了，真有意思。一点都不幽默。哎，当年你不是说就是我的幽默吸引你的吗？还说我叼着烟卷那劲头特有派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。很多夫妻实际上并不互相了解。听您这口气，您好像是嫁错人了。不如说你娶错了人才更准确。那咱们就痛快点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别绕圈子。我要跟你谈三点。哎呦，您可真是越来越有学问了，这两口子商量事还得打草稿呢。一，关于你的工作调动，你的单位我认为现在很不合适。又来了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人类面临的三大危机等着我解决呢，你想阻止啊？妄想。既然你铁了心了，我就跟你说第二点，我调动工作。您又调动工作？您都调动几回工作了啊？这回能弄个官当当吗？人往高处走，我不想在这儿受穷一辈子，我也不想在这儿住一辈子。说第三条我听听。第三条，我不是跟你商量啊，我是要求你别动不动就是沙漠呀、人口啊、大气呀，这样会觉得很滑稽。你别忘了，你只是个老师而已，你只是一个中学老师而已。中学老师怎么了啊？中学老师怎么了？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，我一个中学老师顶一个联合国，我要让他们感到羞愧。无可救药。这田政府都打听了，说那俩瓶子要是真的话，肯定得判刑。这二姨还真跟我说了，说那瓶子是真的，她都找人鉴定过了。也不知道是哪个文物局被盗了，说这批货呀都查了两年多了。二爷估计这回有点悬了。说嫂子，咱得赶紧想辙呀。想什么辙呀？毙了他算了。哎呦，嫂子，你看你这话说。二爷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回来了。哎呀，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哎，怎么干啥去？嫂子担心呢。二爷啊，跟嫂子好好聊。哎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得了得了。哎哎，这一天给你添麻烦了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在这待着啊。哎，媳妇儿，整个的人去，整个的人给您回来，我这。不是你这干嘛呀？这是，我上班去了。不，我这刚回来，你。秋林，嗯，小月他爸对你们俩事怎么说？就那样呗。小月这孩子呀，也真挺可怜的，打小就没了妈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不轻欺负他。知道了。哎，妈。您觉着小儿他爸这人怎么样？嗯，人挺不错的，忠厚老实，知书达理。嗯，那胡琴拉的还好呢。妈，您说您这唱功再配上小儿他爸这胡琴，那就是天作之合啊，您说是不是？你说什么呢？东一榔头西一杠子的。妈，我就是说我未来的老丈杆子嘛，啊。你看那胡琴拉的，您说您这嗓子跟他这么一搭配，您说是不是妈？你想说什么呀你？嗯，回家回家回家，我跟您细聊好吗？啊。妈，您呢？别生气，老二啊也是倒霉，幸亏啊把那造假瓶那主给逮着了，要不然老二这次那就惨大发了。哎，大哥啊。那俩造假孙子手艺也忒真了，哎妈，我跟您说啊，外省的、北京的专家都给鉴定了，说这俩瓶子是真的，文物局认定那俩东西是他们丢的，您说这要给我给判了，我也忒冤了吧？嗯，我看呐，一点都不冤，一点见识都没有，那些个赝品都是祖传的手艺。哎，你们来了！来，来看看大妈。啊，好。大妈病了。何大妈，怎么听说您着凉了？那怎么不上医院看看去啊？不爱的，不用不用。
您年龄大了，小心点啊！哎呀，让您惦记着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来来来，你看，哎，坐这儿，可得注意点啊。哎，好嘞。来，叔叔喝水。叔啊，哎，谢谢。田大哥，哎，就我们家这破房子漏雨透风的，我跟您说啊，真不靠啊。老太太禁不住折腾。我说兄弟，别着急，这事儿咱有盼头了。前天，区里召集一帮投资商谈判，区长死说活说的，这嘴皮子都摸出酱子来了。四个多钟头可是没结果，投资商犹豫不决，说要再想想。区长明确说，要赚大钱就别上这儿来。说到底啊，这是造福百姓的事儿，要是找不到人干活，我去给大伙儿盖房子。区长重新强调了一遍拆迁改造原则，一挥手说散会。我看呀，政府这回动真格的了，打算自个儿掏钱干了。要是政府出面，那感情好啊。老二，有戏啊。这怎么回事？你先坐着聊会儿。没事，来来。你看你爸妈们书都烧成什么样子了啊？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啊，你看看你，你把这书都烧成什么样子了？你还哭，你还有脸哭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这孩子就没人管，没人管你。你看看啊，你看看啊，何老二，你看看，把我的书都烧成什么样子了，怎么办？我刚才我出去的时候我还睡着了，睡着了，睡着了，把家弄成这个样子啊？我一天到晚的上班又上学，你一天到晚就要什么这些破烂，弄这些乱七八糟的没用的东西啊！哼，臭不要脸的王八蛋你啊！我嫁给你我算瞎了眼了，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人，我跟你过什么好日子了我？行了行了，把孩子熏成这个样子，你这钱我来报。不是你报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说孩子呢？你看你说孩子，你说什么？你说说你自己吧你啊！你看看你。哎呀，这么大人了啊，有人养真是没人教育。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老的，小的小的，在家待着，没人看孩子，没人管孩子。你瞎嚷嚷什么呀你？那叫谁管？把孩子给我。那叫谁管呢？好，没人管是不是？好，我来。去哪儿了？我去哪儿了？和你关系已经不大了。我今天不想跟你吵啊。我劝你把军大衣脱了，这床单不想要了。这个家你都不打算要了，还在乎一条床单？真可笑！你就别胡搅蛮缠了。跟你生活这么多年，你从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体验过平等。平等？我跟你说，整个世界就两个完全平等的社会，一个是原始社会，
另一个是共产主义社会。可惜，一个你错过了，另一个你赶不上了。行了，那我就轻松了。我终于认清了一个人的嘴脸。那你得感谢我呀。我是得感谢你，我出国手续办得差不多了，就差签证了。离婚的事情我想往后放一放，因为他们说单身的不是很好签。你可以说我这样做很自私，就算帮我最后一个忙吧。有件事儿我想问你一下，你不方便说也没关系。没什么不方便的。某年某月的某一个雨天，那个送我回来的人是我爸爸的秘书，当时我的调动工作都是他在跑，所以一起出行的机会难免多了一些，也难免一起吃个饭喝个咖啡什么的。那天下大雨，我关窗户，碰巧看见的。我没见识你。现在说这些是不是太晚了？
何大爷，您还真在这儿啊？哎呦，来了。青玲让我上这儿找您，说您有事找我。啊？这不，他让我给您捎了封信。这孩子他写，您瞧瞧吧。这都是唱的哪出戏呀？真是的，这孩子。准是这俩孩子，他一早就捏咕好了，难怪小月一大早就让我上这儿来。说是来找你，哦，说你要唱戏了，还让我带一琴呢，给你吊吊嗓子呢。哪有的事儿啊，这是，我啥时候说要唱戏来着？得，我走了啊。哎，秋林妈，您别走，您听我说，我觉得你还是把那唱功啊捡回来，没事呢，练练嗓子。这个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它也有益于身心健康啊。要不，咱比划着。嗯，好嘞。哎，唱那儿呢？唱上了，嘿，有戏啊！疼了，你也忒缺德了吧！走。得，您说，咱我是怕我妈心里别扭。
再有个好点的。那怎么办呢？等燕儿回来再说吧。燕儿，怎么样？爸，燕儿，你奶奶说什么了没有？奶奶说，他是个明理的人。不是哥，哎呦，何老师，你可来了！你看我们都忙活一上午了，本来想跟你打个招呼，先跟您商量一下，时间不等人啊。闲着好造了，今天下午您哪儿也别去了，就待在这儿，咱们搞个作者签名售书活动，连续三天。哎，何老师，何老师，这您不应该有什么意见吧？我意见大了，我签名售书，你们跟谁商量了我就签名售书？跟你说这事儿我干不了啊。哎，何老师，这可是你扬名的好机会啊。你可真错了，陈总，我还真就没想过要出什么名儿。我写书那是对社会的责任，我不像现在有些人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还没怎么着呢，动不动就出书，还签名售书，我丢不起那人我。哎，何老师，何老师，小明，小明，哎呦，哥们儿，哎呦，哎呦呦呦呦呦，想死我了，想死我了，哎呦，可想死我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这一下飞机，我最想见的就是你们。我说，看你这行头，一看就是发大发了。哎呀，哪儿啊，得大钱了！你说他这有该着有人命，没错。你们知道吗？人生就是一场赌博，我不过是赌赢了一把而已。哎，那你这回一定是赢大发了吧？啊？哎，不是搞一画展吗？哎，过两天我这就开展了，哥几个一定过来捧场啊！哎呀，都是哥们儿，义不容辞。哎，没问题，分分钟的事儿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这画什么路子啊？这抽象派还是印象派？哎呀，我改野兽派了，跟动物园似的，狮子老虎一大堆。我说，来来来来，干了。兄弟，这回不说东欧，还不如东四了吧？我是真羡慕你。你说当年我要是一矮一跺脚也去了东欧，背不住现在我这博物馆可就开起来了啊！二爷，您知道这些年我在东欧怎么过来的吗？我都没法跟你们说的。我觉得这二爷真够事儿，真是嘴真碎。说这个，我刚才说什么了？我每天晚上，我梦见的都是咱金鱼池那破屋子，我这心里头孤独。哎，画展都办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成功了。成什么功啊？有那么容易吗？二爷，这是当年哥几个给我凑的那个机票钱，一个子儿我都没动过，我今天也回来了。跟大家伙儿说句实话吧，我是把自个儿给卖了。哈尼，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哥几个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太太艾丽莎。这就是弟妹妹，是不是？不是那么叫法，就
嫂子，那他刚才不是那个贾夫人？哎，我见到您比见到贾明都高兴。真够你们很高兴。哦，高兴高兴高兴。哥哥们，哎，楼上万万户干嘛呢？何老师，那据您看，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？人口，我们面临的三大难题：人口、环境、能源。在中国，这三大难题的一切症结是人口问题。封建意识使得超生游击队四处泛滥，无节制的生养使得本来就十分紧张的人均资源的分母在不断的膨胀，而环境……停一下，时间到了。啊，那好吧。何老师，对不起啊，我们还要去下一个地方采访。别着急走啊，我还没讲完呢。咱们以后还会有机会的。哦，那行，那你们送你们两本书啊，回去看看《社会学家的沉思》。谢谢您了。不客气不客气，反正也卖不出去，那我就不送你们了啊。那您忙着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哦，陈总啊。大哥，来，请吧。您小心，小心，别摔着了。好嘞，好嘞，放心吧。来来，我来回。沙发落地下啊。哎，放好了啊。奶奶可想你们了。日子好了，能回来就回来吧。大妈，就您一个人在这儿呢？他们卸了东西来接我。哦，我挨这儿待会儿。哦，那我陪您一块儿待会儿啊。哎，一辈子了，打16岁进了何家，没离开过这个院儿啊。哦，那会儿这院儿可不是这样，深了去了。一晃就老了。我39岁上就守了寡，
孩子们的爸爸大号叫贺中奇，那可是个人物，人也好干净，多会儿一进了家都拿去把甩子，站在院中间儿，斜裤腿儿，且摔打呢。哦，中奇，我对得住你们何家了，不管怎么着，孩子们我都替你拉拔起来了，我一个人儿这阵儿啊有个事儿，你也别嗔怪，我也别嗔怪，两个媳妇儿都走了，没别的，屋子单分宽敞点儿也不至于的。是，大妈，您看谁来了啊？妈，哎呦，宝宝，江南，哎呀，二儿媳妇，你这是人呐还是影啊？妈，让您操心了。哎呦，儿媳妇，差点你妈就见不着你喽。妈，咱走吧，走吧。再陪我挨这站会儿，我怕中期他回来见不着人。大妈，您别舍不得走，咱还回来呢。搬进新房啊，咱们还是老街坊。不是说回来还得要钱吗？大妈，我给您透个底儿，这政府啊得想着法儿的让咱们老少爷们都搬回来，金鱼池还是咱们的。这个是真的。大妈，我没瞎说，我头顶国徽，代表政府。哎呦，那我可给你作揖喽。哎，我说这车在外边等半天了，赶紧着走吧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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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哎呀，他没事儿。不行不行，哎，我看着全。慢点儿，别跑。小磊，小磊，待会儿你非摔着我吧。你看。小磊，是让你慢点跑，慢点跑，你怎么不听话啊你？哎，你看看摔着没有啊？没摔着。你瞧你这个身子。会摔，我儿子会摔。这就是咱们家那院儿，你摔的就是咱们家的院儿。爷爷奶奶北屋，咱们家西屋，西屋就我们多宝阁了。这是大衣柜，我这八仙桌子，毛子破棚啊。哎呦，会摔我儿子。哎，你失忆了吧？这是肉轱辘他们家的筒子楼，咱们家在那边呢。肉轱辘他们家筒子楼应该在南边啊。这边是南啊？西这边是。哎，别说了，这是花园，咱赶紧去看咱们的新家吧。是，走走走，看新家去。咱家在那边呢。你看你爸这糊涂蛋劲的，走。